好，如果你是捷运中和新芦线沿线三民高中、徐汇中学以及三和国中的年轻客群，告诉你们哦，有口福了。就是因为看准芦洲夜市周边商圈的特性，还有当地民众对美食的喜好热度，进军台湾30年的连锁素食品牌，现在正式插旗芦洲。开幕当天还请来了吉祥物来助阵，与消费者互动，也宣布推出为期5天的明星商品买一送一优惠。紧接着4月底呢，还会加码举办全台门市同庆活动，势必啊会掀起一波揪团来吃汉堡的热潮。